做到最大。那在那个方面，我们大家为了他，要在以后一家人一起努力啊！我搞搞的公司的领导这里，我们这个方面的领导这里，然后搞搞些公司的公司管理，我们搞在这个干部上那，那个管理上，这些事情都搞在这里。Thank you.